在股市打拼20多年，我靠的不是面子，我靠的是专业。黑马波段精选标股，我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。你的新人生，股市万德福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7月31号的股市 Wonderful 啊！很多人就觉得说啊，老师啊，今天上下震荡300多点哦，可以买吗 ？AI 涨完了吗？因为今天 AI 大跳水，所以很多人都会怀疑说，怀疑人生了哈。不过我告诉各位了哈，如果你在看这个节目的话，我相信很多人都已经赚过钱了，因为这一波从6月到7月啊 ，AI。整个狂潮一直上来，一直像龙卷风这样一直往上，一直嘎，对不对？一直上去，连那个200多亿的，比如说像今天跌停的一些股票都涨了2-3倍，甚至有的涨了4倍多，对吧？所以要震荡，所以要震荡，你看看以前的例子就知道了。然后第二个，如果你今天发现是这种行情的话，我要告诉各位，你非买不可。哦、老师啊，你卖打欧北共好不好？来，啊、今天上下震荡了，就快要400点呢。今天跌了147点，你打工这也被，这可以买啊，真的可以买啊。为什么可以买？来来来，我讲一个小小的故事给各位。很多人都会技术分析嘛，哈、哦，阿德不会，我不晓。哦，老师，你明明都足搞，我不晓。你问我，我就告诉你嘛。这有没有过前高？有啊，啊，过前高震荡可不可以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对吧？好，那你如果把它遮起来，老师啊，这是 M 头，对不对？我不知道，因为它又过了。哦，老师，这三尊头好不好？我不知道，因为或许会又会过，对不对？对嘛？好，那你就看长一点嘛，看长一点。是多头还是空头、哦？我不知道，反正它还在什么期限之上。那它可不可以买？我不知道。用老师，你什么都不知道、啊，你怎么分析行情啦？买对就可以啦，买对就可以啦，对不对？买对就可以啦。因为我们在买股票，你真的想在股票市场里面赚到大钱，其实很简单嘛，你做真的就好了。真的就好了、啊，不要假的嘛。假的你安怎讲嘛容易啊，对吧？你永远都不会输啊。可是你真的的话，你就要真正扎扎实实的在里面赚钱嘛。好，那我现在我问各位，你在怕什么？涨太高嘛？你认为涨太高，所以它应该要什么震荡整理嘛？是不是？那我请问各位啦，我就问各位啦，因为老师。那以前我们常常那些股票嘛，涨了10几倍的，涨了20几倍的，涨了30几倍的，涨了40几倍的，我们都认为它未来还会涨，对吧？结果受伤了，像以前那个航海王。那我不是要提这个，我不是要刺激各位。如果你有货运三雄的人，好，我。建议你啦，建议你听看看，因为这一波流行 AI 嘛，上一波流行什么货柜三雄嘛。好，重点来了，那能不能比？有老师啊，不一样怎么比？对，那你就对了。那不一样的股票没办法比，那你怎么证明说现在可以买？可以啊，因为货柜三雄是什么？对嘛，你都知道，货柜三雄是什么？景气循环股嘛，对吧？面板是什么？景气循环股嘛。LED 是什么？景气循环股嘛。太阳能是什么？景气循环股嘛，对嘛？它就是景气循环股嘛。景气循环股它的逻辑是什么？它有可能到低，然后再往高，然后你认为它很差很差的时候，你买，然后它的 EPS 开始上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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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像以前的货运三雄，不是已经沉寂了10-20年了吗？整一个循环上来后，大赚钱，对吧？景气循环股。
所以你买在什么最差的时候嘛，卖在什么 最好的时候嘛，没错吧？哎呦，老师啊，事后谁都会讲，现在 AI 不是一样错？不一样。为什么？如果 AI 是趋势股，它不是景气循环股，对不对？它如果未来 AI 可以涨十年，不要说十年啦、啊，像那些大老板讲的五年就好了，起五年的，它是不是景气循环股？不是，它是一个新的革命上来的，对不对？没错吧？好，那重点来了，你要跟它比什么？比 EPS 吗？啊，不行啦、啊！我们都知道趋势股，趋势股什么一个趋势股？如果没有政策干扰的话，趋势股是什么？买在最差的时候啊，买在亏钱的时候啊，一样的道理，买在亏钱的时候，因为它不是景气循环股，可以说一个循环一个循环，看得很清楚嘛。所以你看看一些主流股，真正的主流股，一个大行情，一个大趋势，它是怎样？对啊，对嘛，你都懂嘛。所以 AI 如果它还有五年，要够够你，你就不要用本益比去看它嘛，对不对？没错嘛，对嘛。就像我举例一下啦，以前大概十几年前，十几年前嘛，将近快二十年嘛，十几年前，那时候的利旺才多少钱？它有一波跌下来，一直从超过一两百块，一路一直跌到151嘛，跌到八月十一号嘛，对吧？然后从八月十一号到现在2000多嘛，那什么？它是主流嘛，对吧？它是跟安摩竞争的一个主流股嘛。后来有很多啊，包括世新嘛，包括创意嘛，包括世新嘛，对吧？包括现在的很多的 IP 股嘛。所以大家现在懂了嘛？趋势股怎么样？它涨了很久啊。如果 AI 是这样，那这一波杀下来，你要不要买？当然要买啊，你说机会难得，对不对？机会难得啊！你看今天涨的有没有？阿德告诉你的，有啊。所以说你要做对嘛，你要做对嘛，做对你就会变有钱嘛。我阿德打你讲啊，你可能不相信，来，我给你的股票，你来对看看。对不对？我星期五给你的嘛，没错吧？我星期五给你的嘛，对吧？那请问一下，如果我给你的股票，你想要赚钱，那阿德跟你说，你就三个基本就好了，对吧？阿德给你股票，你就谨记三个基本：时间、日期、讯息。老师有没有意思？对吧？时间要真的，日期要真的，给你的讯息也要真的。如果都是真的，那股票错不了，你可以买看看，你可以试看看，来试嘛，来试嘛，试看看是对啊，不对啊，来，你来试。什么叫我给你股票？那你先对一下时间，对不对？哟啊，老师像这种的哦，我若用一世，我咪要做。你看咪当时我拢会使做迄工互你，哦对嘛。所以你要先对一下时间，对不对？那我给你看这一张，你说哎，时间对啦，可是不晓得真的假的。好，那我问你，这是真的还是假的？这是过去呢，在7月28号呢，我给你的时候的7月28号，所以。你要先知道时间是不是真的，日期是不是真的，对不对？啊，如果是真的，那我就问各位，有没有讯息？你是我的会员，有没有这一则讯息？有还是没有？有就对了嘛。所以赚钱最基本的要三个，赚钱最基本的三个啊，我给你股票三个。三个代表什么？代表阿德的心意嘛，因为阿德是一个分析师，阿德要看你赚钱，对吧？我才有可能赚钱嘛。如果我骗你，或许可以骗一次，可以骗两次，可以骗永远嘛。
不行啊，所以我给你的要有嘛，有真的时间、真的日期、真的讯息，啊呢的丢啊嘛。好，那现在问题来了，你有没有？用老师有拿，没有买。所以说你打电话进来，你打电话进来，因为你相信阿德嘛。或许你想试看看，哎呦，阿德，我试看嘛也是可以试看看。分析师就让你试的嘛，敢不是？所以我给你的股票，我唔惊你试嘛。重点你要有嘛。如果你有，今天它是不是快要涨停板？是吧？买得到吗？买得到，买得到。重点是买得到嘛。所以我一直跟你强调了，你要赚钱，真正要赚钱，真正要赚钱，不是一般的像左右邻舍的吼，不要你隔壁啊，厝边隔壁啊，涨停板在哪里讲的嘛？是不是涨停板在哪里讲的？买嘛买不着啊！啊，不，我得提一个手机啊，带你做假的嘛，会使啊，对不对？我拿一个手机跟你做假也可以啊，我可以发两通讯息，一通是往上，一通是往下，那我永远都对啊，对吧？今天跌了147点，那 我把往下的这一通给你看啊，那准不准？准啊！股票也是一样啊，你怎么知道我有没有发给你？发给那个会员，所以我们就很简单啊，赚钱的最基本真的时间、日期、讯息嘛，你有没有？来拿就有了嘛，因为我都验证给你看嘛，是真的嘛，是真的嘛。如果只有这一张，那就是假的啊。为什么？哦、我都打你讲，伫家伫家啊，我都用一岁二折的赛啊，我都在做浙江的好啊，浙江啊，可能浙江涨停板嘛，啊，我都做浙江好你的好啊，对吧？所以日期是不是真的？你要先考究一下嘛。如果日期是真的，那这一张一定要有嘛，不是今天的涨停板提28号呀、啊，今天31号，我不是拿31号的给你看嘛，28号嘞，用老师千几支股票对嘛，所以说真的是这个嘛，你买得到的嘛，那今天买得到吗？一样买得到啊，因为它快涨停而已啊，你一样可以买得到啊，所以。我跟你说，要拿一支股票，要看一个分析师，你想要赚钱、哦、想要帮助你，你想要参考看嘛，对不？你想要参考看看，一定是要真的时间、日期、讯息嘛，三项缺一不可嘛，这才是真的嘛。要看一下伊的进阶无？好啦，看就好啊，无你就知道是几样。那有人就说，老师，我可不可以对看看，是不是？对，看看可以啊，因为我有剪一段 VCR 一镜到底的，你想看嘛？对吧？我知道你想看，你想看，看完了以后，你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：赚钱其实很简单，赚钱最基本要真的时间、日期、讯息。来，导播 VCR， 不用客气，真的不用客气，因为今天是放假期间，你看到阿德的节目，你只要做一个动作，把 LINE 加进去，我就把最猛的，人家讲最猛的好不好？上面的，一支送给你。注意看，来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你提是不是？你若提有买，今天你收盘是不是收最高？是啊，不是？是。那我请问各位，你有没有赚到这一笔钱？有，这才是赚钱啊！所以我一直讲说，赚钱不是说啊，我提这给你看，我提这给你看，有用吗？没用嘛！赚钱最基本的一定是要时间对、日期对、讯息对啊。如果讯息作假嘞，也太没丢啊！啊，作假还不简单？这一切都听得走啊，对不对？重点你是迄天在咧讲的，所以你迄天敢有，对不对？有还是没有？好，如果有，时间对了，日期对了，来，有没有讯息？对不对？你如果单要讯息，那还不简单？我可以用手机做一个讯息给你啊，每天也都可以涨停板啊，每天都对啊，
涨上去的我就用涨上去的给你看，跌下来我就用跌下来给你看。所以我们再来讲，人哪要赚钱较慢呐，钱要赚钱较紧。所以说，你只要仅需说赚钱的三个基本真的时间、日期跟讯息，安尼就对啊，安尼你就会使钱赚钱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很多人在讲说，哎，阿德老师，那还有没有？有啊。今天很多人一定会讲说，哎，老师你的股票真的是用个命，对不对？用个命嘛，上命的喷不停，是不是叫四位？是啊。那阿德有没有变来变去？没啊。那阿德有没有说涨停盘来告诉你？不是啊。我告诉你，你可以有几天买。好，我们先来看今天四根涨停板，每个人都说好，但是你有没有7月24号的？因为7月24号也不怎样啊，25号买得到吗？所以我就要告诉你，拒绝买不到嘛。如果左右邻舍的上下的通通啊，我那左右邻舍啊，比如老卡老店老卡拢打你讲的一种涨停板，对吧？他都给你看 K 线图而已。那一天他介绍的时候，他的图有没有？介绍的那一天图有没有？所以时间很重要嘛，因为我二十四号送你，我二十四号就印起给你了嘛，二十五号买对会下对嘛。所以说赚钱的最基本是金呢，就是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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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？真的时间，对吧？要真的有时间，真的有日期，还要真的有讯息，对吧？你要赚钱就上基本的嘛，要有真的嘛，啊，假的我们就不说了嘛。真的，你这赚钱真的基本的是真的有时间、有日期、有讯息嘛？啊，你买得到才有用嘛，买得到今天你看到的细微才有用嘛。所以说我拒绝马后炮的意思就是这样，我没有攻击别人的意思，我就是想请你讲，我阿德哪要给你股票来，我们一起叫分享嘛。因为老师早上那个怕亏呢，对吧？早上亮灯涨停，对不对？可是他打开，打开了，打开了，打开了，你要怎么办？所以你要跟着阿德啊。为什么要跟着阿德？阿德给你的叫做讯息嘛。你若带着阿德这个讯息嘛，这个讯息来七点嘛，七月三十一号十一点四十五分，老朋友，老朋友嘛吼，冇新的嘛吼，新的来。新的看家，新朋友你有租金的你就得啊，对吧？老朋友来试改试驾加码，所以我早上其实我就等到他要开了嘛，对不对？我就等他开嘛。结果他有没有开？有啊，你来看时间，这四十五分，四十四分到四十六分是不是这条？没错吧？这叫做讯息嘛。所以赚钱最基本的是今天时间、日期跟讯息嘛，阿德给你讯息来，在这收盘涨停板对不对？四位六二三一涨停板，所以我给你的讯息你要跟好，所以你打电话进来遇到我的助理你要跟好。所以赚钱最基本是金呢，真的赚钱最基本的这叫做真的三个要素，三个最基本的就是时间、日期跟讯息，对不对？所以真的十二点十四分恭喜会员细微又亮灯涨停，不要说你没有，不要说你没有，因为你有来拿，你一定买得到。你有来拿，一定买得到。我若要做上这 K 线给你，大家拢会要做。重点阿德跟你讲，赚钱的上基本是真的，真的时间、日期跟讯息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还够无？我跟你讲，不是要跟你讲细微我有多厉害，我只是要跟你讲说，如果一档股票它真的会飙，它真的很会飙。五天四只涨停板，全市场最强的，很会飙，很会涨停板，像龙卷风一样涨停板龙卷风。我跟你说，你要不要？如果还有这一种的，像细微的，已经五天四只涨停板，对不对？未来嘞，
李永老师，我去追。好吧，你来追，你可以追，我没有说你不可以追。阿德既然介绍给你的，我没有说你不能追，只是说你如果跟别人不一样的时候，那就对了。因为跟细微一样，刚才你看到了，别人不敢买我们买，别人不敢说我们说，别人不敢买我们买，亮灯涨停，安对安对。所以我来讲，小心未来最喷的一定藏在这里面，哪里面？一定跟你讲 AI， 有其他的不？有两种题材、三种题材，不管，我就打你讲，你电话如果拨通，分享下一档新的细微，好不好？所以我就打你讲，赚钱是不是最基本的三个要素？真的时间、真的日期、真的讯息，安尼合理，你明不？如果你想赚钱，今天都不要客气，打电话。打电话，打电话，因为我线上的助理人员都知道，只要你打电话进来找阿德，给阿德的股票，一定帮你什么做到服务什么真的时间日期讯息，安尼对唔对？我的会员也知道，我在电视上讲的所有的讯息公开，对吧？你们有没有？有嘛？你们一定有嘛？重点来了，啊，若无的人要安那？进来听，电话拨通分享下一档新的细微，好不好？要就打电话，都不用客气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，反正新的股票一定有阿德帮你找好的，小心哦，未来最喷的一定藏在 AI 这里面，对不对？对啦齁，打电话进广告。全民抗涨大作战，888抗通膨专案，让您轻松的负担，帮助您快乐的赚钱。抗涨专线02-8511-3366，抗涨专线02-8511-3366，鼎业投顾。这条路是孤独的，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。静心思考，20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，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。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，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。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，鼎业投顾全心照顾，02-8511-3366。我是气象达人彭启明，我的神水好习惯是会把洗澡前的冷水、冲洗水通通收集起来，可以用来冲马桶，还有拖地。一水多用，节约用水，从你我做起。我是中央气象局吴婉华，我的神水好习惯是把洗蔬果的水和除湿机里收集起来的水累积起来，用来浇花、擦拭家具，还可以拖地哦。一水多用，节水可以很轻松。我在股市打拼20多年，我靠的不是面子，我靠的是专业。黑马波段精选标股，我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。你的新人生，股市万德福。欢迎回到现场，我相信很多人这一波都赚到很多钱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你还想再赚，那你就一定要抓住主流。如果它是主流，未来还有5年10年，那你这要趁这一波，趁这一波拉回赶快买，对吧？啊，你说老师这个涨停板想要拉回要赶快买，所以说我常常说赚钱的最基本要真的时间、真的日期、真的讯息嘛，三个最基本的嘛，那是代表一个阿德的负责嘛，阿德给你的股票就是要真的时间、日期、讯息嘛，所以我们拒绝马后炮。
我们拒绝马后炮，赢了我要给你的一定当天你可以买得到，隔天也买得到，拒绝买不到嘛。如果买不到开涨停的给你，那有什么用？所以说我来讲，赚钱的最基本的是真的，真的，真的时间、日期跟讯息嘛。所以你看看阿德给你的，你可以买得到吗？当然买得到啊，你有一天两天的时间可以买啊。那你买到了，你会觉得说，哎，真的不错啊。那为什么我说要跟着阿德的讯息？你看我一拍了歪，一拍开啊，涨停拍开啊，对不对？来，我所有的会员，你有收到这通讯息不？有吧？老朋友加码吧，新朋友有资金的跟上嘛，对不对？来，上去又涨停。所以说我跟各位分享的是真的。那还有没有你要的是现在，不是过去？我跟你说四维没冲上那种过去啊，新的来，涨停板龙卷风，像龙卷风一样。现在什么会像龙卷风一样？一定叫 AI 嘛。所以 AI 这一波如果拉回来，你要不要买？当然要买啊，因为你想赚钱，你要像细微一样，四只涨停板，五天四只涨停板，今天上下震荡300多点，它竟然还涨停板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的是不是像细微这种股票？所以赚钱最基本的要真的时间、日期、讯息，我给你加 LINE 就有，好不好？祝各位操作顺利，明天见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